着火了，图书馆着火了，快去救资料库里的硬盘，那里存了全部的书籍。我去找。你找到硬盘了？不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刚刚还在图书馆救火，怎么突然换上古代的衣服了？欢迎来到以文为尊的全新世界，进穿越。这个世界自孔生之后，展开了全新的世界线，不再有曹操、曹植等诗人词人，当然也没有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。曾经孔子编六经，收弟子，开文道，文气涤荡三千里，成为人族第一位圣人。后有颜回、孟子、庄子、董仲舒、司马迁，弃逐文道，登临亚圣位，故有民族太平。原来这是架空的世界。自此，文道昌盛，武道粗鲁，读书人掌文传，修文器，开文功。九品开窍文传，一目十行，身轻体健。八品修身文传，文字加深，如有神助。七品忍者文传，文字如刀，纸上谈兵。在这个世界中，强大的文字才气如同神笔马良，会真实出现，言出法随，一言破万军，纸上谈兵，提笔安天下。宿主已与我融为一体，可随时调用国家图书馆所有资料。宿主触碰我，可恢复当前世界记忆。原来你就是那张硬盘，文道昌盛，又有强大的古籍外挂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一步登天？正在接收记忆。啊，现在脑海里也出现了这个身体原本主人的记忆。二郎。二郎你醒了，这次你病了整整三天。嫂子，我现在没事了。你一定饿坏了吧，来小心烫。谢谢嫂子。啊，这粥里怎么一粒米都没有？家里的酒没卖出去，银子都请了郎中抓药，粥残。那嫂嫂吃了吗？吃了。一家人不行说假话。我来，嫂嫂，我们一起吃。哦，对了，嫂嫂，玲珑妹妹呢？玲珑她回我娘家了。啊，娘家？嫂嫂，我是得了肺病，又不是脑疾。玲珑她为了给你抽看病的银子，把自己卖给了百香楼。什么？百香楼可是青楼啊！不行，二郎，你的病刚好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把玲珑妹妹赎回来。百香楼让我一个月内凑够300两纹银，否则就把妹妹推出去接客。可现在家里的情况实在是天文数字，根本还不上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妹妹赎回来，不让她受半点伤害。卖酒是老李家糊口的营生，之前生意还不错，但自从父亲和大哥上了战场，我又病倒，生意便一落千丈。让我尝尝这个酒怎么样。哎，不行，这酒杂质多不说，酒味也淡，实在是下品，绝对不能在一月之内卖够300两。不过这不就有现成的吗？找出酿造二锅头的工艺。不好，是嫂嫂的声音。小美人儿，守着那个病老鬼干嘛？不如从了我。我二哥，你放开我！住手！混账东西，放开我嫂子！放开我！李长安，你小子想干嘛？我告诉你，王二狗，再不走，我就把你这酒车砸个稀巴烂，谁也别想做生意赚钱。你，哼，走就走，
碰什么？臭小子，等你一死，我就把你嫂子抢回家。混蛋。二郎，你是读书人，怎么能因为为我出头而得罪这无赖小人？对付这种人就要以暴制暴。可是二郎。嫂子放心，对付痞子无赖我自然还有其他的招。嫂嫂，从今往后我会保护好你，任谁都不能再欺负你。至于赎玲珑妹妹的300两，我也想到了赚钱的法子。这是我在一本古籍上看到的酿酒工艺，可酿出上等的美酒。这是如此清澈的酒液，应该在整个灵县都是最好的美酒了。连我这种不爱喝酒的人，闻到这香味都忍不住想喝一口。看来玲珑真的有救了。啊，嫂嫂，你怎么了？承恩，你真厉害，嫂嫂不知如何感激你。嫂嫂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不如先去卖酒吧。好。快来看，快来瞧，上等的好酒，20文一坛。小哥，老李家新酿的酒，过来看看呀。李家酒坊？不要不要。别走呀，这次的酒已经不一样了。说了不要就是不要，烦不烦？二郎，已经一个上午了，还是没人买。我看好几家都是17文左右，不如我们降价卖卖。没想到自家的酒口碑这么差。唉，那行吧，降一点价格试试看。哎呦，一坛酒20文，你家的酒白送我都不喝，怎么好意思卖这么贵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承恩。嫂嫂放心，有我在。哼，病老鬼，不如将你家的酒房和嫂嫂一起抵给我，我给你点盘缠，好继续读书啊。我会好好疼爱你的嫂子的。你找死。你敢打我？酒室内不准闹事儿，我要告青天大老爷。手滑摔了酒坛而已，无凭无据，你凭什么告我伤人？哼，这么多人都看见了，就是你动手打的我。那是因为你先恶语相向，我才动手的。你家酿的酒难喝还不让人说了是吧？哪来的酒香？好像是李家酒坊碎掉的那坛酒散发出来的。老大，他们家的酒好像变香了。怎么可能？哇，好浓厚的酒香，还是第一次闻到。这是你们家酿的酒吗？能不能让我尝一口？真是意外之喜，酒香居然吸引来了客人。能能能，嫂嫂，快拿坛酒来。请诸位品尝，这是我们李家的新酿，二锅头。好喝啊。哇，真是人间美味啊。这酒我要了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也来一份。不知小哥想订几斤酒？你们是李家的？那这酒。正是，你放心，我家的酒品质绝对可以保证。行吧，我是酒肆的买酒人，先在你们这儿订10斤。要是明日送的酒不行，就别怪我再也不要你们家的酒了啊。您就放100个心吧。想卖酒？做梦，明日我就让你一斤也卖不出去。您要的酒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送的挺早呀。等一下。小哥，昨日你在我家订了50斤酒，准时送到。另外我还不小心多准备了10斤，免费送您如何？那自然是好，可我家酒肆一日供酒只需60斤，多的。那你就退了别人家的酒，
酒不行还耽误你家做生意。免费送酒和诋毁打压吗？这王二狗真是下作。孔圣人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这是生意出尔反尔，便无法立足于社会。你可知一诺千金？无法呼吸了，救命啊！我错了。这个世界果真可以将文道化身真实的力量。说得好。啊，张家酒肆的掌柜。掌柜好。没想到这位小哥竟有如此才学，做个酿酒匠实在可惜呀。说得好。没想到这位小哥竟有如此才学，做个酿酒匠实在可惜呀。在下李长安，明年也打算参加县试。好，有志向。来，伙计。是。既然是我家伙计跟您定下十斤酒，无论质量如何，分文都不会少。哼，掌柜的心善，这姓李的捡了大便宜。明天你家酒肆的60斤酒都由我王二狗来供应。是好是坏，一尝便知。小生斗胆，想请张掌柜做个评鉴，将我家酒和王二狗的酒比个高低。若我赢了，王二狗就不能再诋毁我家的酒。那如果我赢了，你李家再也不能在临县卖酒。我就不信你家能酿出好酒。一言为定。哎，先喝我的。掌柜请。好，老夫自会做出公正的评判。酒液没有杂质，口感有些黏腻，中上水平。请喝我的酒。好，我尝尝。这酒杯吹爽口，口感清冽，这酒比海风还要上头，彻底唤醒老夫的活力，现在好想去海边狂奔呐。好酒上上等。这不可能啊。以后张家酒肆的酒水一律都由你来提供，一日60斤，可否做到？明白，掌柜的放心。成了。张掌柜比较出了二锅头和其他酒的差距，得了长期供应的承诺，这第一步算是迈出去了。王二狗这个小丑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。卖水果啦，卖水果啦，客官要什么果子？咱这啥都有。掌柜的，怎么没有山楂果？山楂果那玩意儿又酸又涩，2文钱一斤都卖不出去，整个临县也就种了几颗，客官您要是想吃，我就给你摘2颗，不收钱。这山楂果无人问津，这里的人岂不是没吃过糖葫芦？卖酒来钱太慢，卖冰糖葫芦倒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客官，你还要山楂果吗？要，你们果园的山楂我都要了。去此成串，再裹上糖霜。这就是我在古籍中见过的美味小吃冰糖葫芦。只要糖葫芦卖得好，5天内咱们就能赚到至少100两银子。好意亲嘴，甜腻的糖浆好像要融化我的身体。山楂的酸涩中和了甜味，这味道让我快乐又沉迷。二郎，好好吃。嫂嫂你喜欢就好。今晚就麻烦嫂嫂和你的好姐妹卖冰糖葫芦了，越快打开市场越好。冰糖葫芦，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，不甜不要钱，5文钱一串。这在卖什么呢？冰糖葫芦倒是头一回见，这些我全要了。凭什么都给你？这位嫂嫂也给我来2串。不要急，人人都有份。我也要一串。我也要。小兰小芳，这是今天的工钱，明日我们可以再卖多一些。这么点钱打发叫花子嘛。
不就是简单的糖果山楂果吗？我们自己单干也能卖，钱赚的还多些。知音姐，明天我们就不来了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两位姐姐今日能来，长安万分感谢，恭前赵姐。切，二郎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交友不慎。意料之中，冰糖葫芦本就不难做，而且我巴不得他们偷学，卖得越来越好。嫂嫂，做冰糖葫芦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冰糖和山楂果。糖霜被官府把控，至于山楂，山楂果给我来五斤啊，不，十斤。我也要，给我多称两斤。诸位不好意思，整个临县的山楂树全都被那位新东家承包了。这东家是谁呀？正是在下，15文一斤，概不还价。之前不是才2文一斤吗？卖这么贵，抢劫啊！扣掉成本，一斤山楂也能赚7-8文啊，奸商啊！二郎，你从一开始就算到了这一步吗？冰糖葫芦卖得再好，也赚不了多少钱，不如直接买断山楂，一本万利。嫂嫂，接下来你就等着数银子吧。不自量力，这般下贱的身份配与我同鞋？一个穷酸卖酒郎竟敢如此大言不惭，真是有辱斯文。卖酒的还敢参加诗会，这不是上赶着丢人吗？我看啊，连门都进不去吧。二郎，都是我的错，害二郎被羞辱。与嫂嫂无关，是有些人没事找事。英雄不问出处，读书不问出身，以文论道，我们寒门的读书人不比你们富家子差。哇，这话说的真有气势啊。真的吗？这个瘦弱书生倒也有几分傲骨。说的没错，家里有几个臭钱就这么嚣张，有种比文采啊。和他比谁怕了？你们这么穷还读什么书？你们不如我们，是你们不如我们。都住口，诸位听老夫说一句，既然谁也不服谁，不如就当场以文采一较高低，你们意下如何？先生当然愿意，我也想见识一下某人的真才实学，请赐教。本是为了诗会闯门准备的对联，刚好拿来做你们的考题。今日谁能在20个呼吸内对出的对联多，同样能获得望星楼诗会的请柬。二位可以开始了。这几个对联不简单啊。对联要求字数相等，词性相对，平仄相拗，句法相同。除了考验学识和体育，更考验人的极致。这五副对联20个呼吸之间能对上一个就不错了。幸好有外挂，整个国家图书馆的资料都在我心中。这次就让我给你们开开眼，看看什么叫华夏的底蕴。五车诗胆对8斗才雄，这对的工程啊。哇，想不到这李长安还有点水平啊。你看那个富家公子还傻站着没动笔呢。青山不没千秋画，对流水无弦万古情。掬水月在手，对弄花香满衣。一镜飞鸿羽，对千林散绿荫。此子不凡呐，未来不可限量。而另一个就……这都最后一副了，你还写不写？不写就让开。催什么？我马上就想到了。你这也太慢了，还是让我来。我输了。胜负已分，李长安5-0，是寒门弟子胜了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文昌碑为诗会出题了。登7层高楼，赋诗一首。哇、哦、文道的世界居然如此神奇啊。既然诗会主题已出，小友尽快登楼吧，期待你今晚的诗作。多谢顾教育。嫂嫂，快随我一同进去。长安，慢一点，嫂嫂随你去便是。这人的对联才华远超我等。今年看来是没悬念了。我苦读10年也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出这5个对联，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呀？看了一个晚上的蠢货，终于来了个有趣的。嫂嫂，前面应该就到地方了。嫂嫂，你怎么了？二郎，我就是开心，没想到我也有朝一日能登上这望星楼，欣赏这里的美景。
不只是望星楼，未来你想去哪儿，我都会带你去。嗯，我相信二郎。对了，你诗做的怎么样了？这里安静，不如好好想想。嫂嫂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不说拔得头筹，名列前茅还是有希望的。说起登高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什么情况？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破体而出。二郎，你没事吧？是灯火和楼，平时查询师伯也无特殊反应，但今日这首诗，他和文道世界共振了。那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啊，降妖仙师啊！文昌被突变，惊世之作要出现了。这等变化，诗人身上的纹路体质肯定不凡。快，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人找出来。能吹散我身上禁制的，这作诗之人一定是先天纹路体。快找啊！顺着光者一定能找到，他肯定在望星楼。但现在的我身份低微，文气未开，毫无自保的能力。过早暴露才华，可能会引起记恨，到时候小命或许都保不了。不能让这种事出现在文昌碑上。断！二郎，你怎么样了？二郎，嫂嫂，不要喊，去门口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好，强行将蚊子锁在体内，不出片刻，身体就会爆裂而亡，根本撑不到回家。事到如今，只好让这首诗避开众人视线，低调行事。就在这里，终于结束了。啊！终于进入我体内了。二郎，你刚才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别怕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哦，经过刚刚一夜，我居然因祸得福，文气竟然修复了我的经络，孱弱的身子开始变好了。二郎在吗？果园老板找你。进。啊，这是。啊，这么多。多亏李老板眼光毒辣，没人要的山楂果整整卖了150两。运气好而已，这银子算我孝敬您的茶水钱，千万别见外。那几棵山楂树也还给唐老板，后续收入都归您所有。你说真的？那可是暴利的生意，你当真舍得让出来？唐老板放心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哎呀，长安兄客气了，以后有生意再关照老哥。下次一定。今天我就先告辞了，一路走好。二郎，你嫂嫂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依我看，这冰糖葫芦的生意已经做到头了。糖葫芦，卖糖葫芦喽！熬糖的工艺大相径庭，街上的冰糖葫芦口味也差不了多少。明年，估计种山楂树的人会更多，那我们的优势就彻底没有了。所以冰糖葫芦的生意已经做到头了，可舒小妹的银子还差一半。二郎，难道你已经想到新法子了？知我者，莫若嫂嫂也。因为二郎什么都能做到，我只要相信你就行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街头一霸麻辣香锅。客官需要点什么？麻辣烫的关键不在于食材，而在于百搭的底料。普通的调料好找，但缺少了最重要的一味，提鲜的鸡精。制作需要复杂的化学提炼，是这个世界完全企及不了的技术。唉，没办法，只能亲手做了。味道差不多了。知音姐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还想跟着你做生意。啊？不行，当初你们说走就走，谁知道还会不会背叛第二次？我们发誓再也不会了。一切都听姐姐的。那冰糖葫芦的生意可不好做，你可怜可怜我们吧。二位姐姐里边请，眼下倒是有个新生意可以合作谈谈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这就是我新想到的吃法，麻辣烫。特殊底料水煮食材，食材两位姐姐自己准备，
每天只需要到我嫂嫂这儿拿特殊底料就行。底料一盒800文，卖出多少钱都是两位姐姐自己挣的。一盒800文？知音姐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但这生意是不是……这生意能不能做，两位姐姐尝了便有结论。好吧，正常清水煮菜没什么味道的，放了一些调料，和平时吃的差不多。那我吃了。而且这些嫩感在我舌尖弹跳，好像再吃一口，这股味道就要穿透我。真这么好吃吗？我也尝尝。我从未尝过如此美味的味道。让我再吃一口。哼，看来麻辣烫的生意今晚就可以开始了。麻辣烫，好吃美味的麻辣烫，快来看看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太好吃了，再给我一串。二郎，万一这麻辣烫也像冰糖葫芦一样被偷吃，该如何是好？尽管偷，能做出一模一样的味道算我输。喂，你家的麻辣烫都没味，也太难吃了吧，便宜10文钱有什么用，完全比不上李家的旺福记。哎，走走走，现在去旺福记排队，还能吃上两口。还得是你家，外边卖的麻辣烫都不行。哎，这汤底真鲜，怎么做的呀？独家配方，东家不让外传。你们东家本事了得。嘿嘿嘿，辣椒、生姜、八角、枸杞，再加上高汤，你尝尝像不像旺福记的汤底？嗯，70%相似了，但还是不够鲜。实在是配不出来，旺福记这些日子抢了我们不少客人，要是能有这汤底，生意不仅能回本，还至少翻几番。嗯，这麻辣烫的配方抢也要抢过来。终于开张了，都等好久了。昨天我就没吃上，可馋死我了。麻辣烫已经打出了名号，下一步就是火锅，到时候先租个店面。请问您是旺福记的东家吗？啊，有事儿。我是谢家酒楼的老板，鄙人愿意出50两买下麻辣烫汤底的配方，只要配方，绝不抢你们麻辣烫的生意。50两？谢老板怕不是把我当成傻子了？价钱还可以再商量，要不然你开个数。多少也不卖。可恶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给我砸。二郎，他们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配方还卖不卖？嫂嫂别害怕，这里交给我。谢老板，做生意有下作手段，连脸都不要了。张富贵，你出什么头？等他旺福记做起来，你那个老破旧的酒肆就是第一个关门的。哼，我们走。刚才多谢张老板解围。哼，甭客气，我也是来找你谈生意的。我不买配方，只需要你们在我的酒肆里卖麻辣烫，多少钱我们按照串数提前结清就行，你们八我二，你看如何？本以为只是路边摊的生意，再怎么火爆也不会惹人眼红，可现在事态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张富贵倒是很有诚意，他酒肆得了生意，我也安全，实乃双赢。张老板，你的提议很好，明天我去你们家酒肆再详谈。好啊，那我就恭候小老弟了。老板，他就是旺福记老板的邻居，叫王二狗。做什么事情你清楚吗？手脚麻利点，事成之后50两银子归你。明白明白，能为谢老板做事是我的福气。那个病老鬼卖酒，卖什么麻辣烫？哼，等谢老板把你的生意搅黄，柳知音就是我的了。我踩到什么玩意儿了？此地不宜久留。哇！果然贼心不死，还敢来偷底料。幸好我提前布下了陷阱，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。
谢老板找的居然是王二狗，这两个麻烦精再放着不管恐怕会出大事，要想办法彻底解决掉他们。二郎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进来了个大耗子罢了。呀，那你搞跑汤了没有？跑了。那你早点睡，我回去了。晚安。怎么这深秋的夜晚突然变得这么热啊？小姐，之前在望星楼中惊现先天纹路，引得您冰寒肢体封禁，直接崩溃。我们为什么不先回家加固封禁，反而要继续待在这临县呢？傻翠月，先天纹路极为罕见，我定要将此人收入我的麾下。麾下？小姐是想收先天纹路做赘婿？他的文体贵重，要是俊俏些就更好了，这样一来祖老也不得不推了和定国公府的婚约。好呀翠月，你竟敢拿我打趣，看我不教训你。小姐，我错了。圣文罗盘找不到踪迹，估计纹路还未彻底成型，只能明日找当地教育，要出入望星楼的名单挨个排查了。昨日多谢张老板仗义出手，我也相信你的为人，愿意合作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哦，说说看。不过我可事先说好了，八二分账已经是极限了。与钱无关，之前摆摊卖麻辣烫的两位姐姐，往后可否每日在您这里取底料？干嘛绕这种圈子？蠢脑子，麻辣烫生意火爆，必然有人动了龌龊的念头，来你这里取，就是借你的名号保护二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什么都瞒不过顾教育，我的确是这么打算的。张老板能力出众，这帮小小应该不敢动什么歪心思。好小子，你这是把我这个酒肆放在火上烤啊？想让我当你的挡箭牌？为了感谢张老板，我每天再多送一盒底料，不收钱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这个忙我帮定了。有了这个麻辣烫，一晚上起码赚他个四五两，我的生意终于要好起来了。张老板是我多年的老友，我也听闻了你不少事，你这儿既卖酒又做麻辣烫，不要舍本逐末，耽误了明年的县试。多谢顾教育指点，只是晚辈家中急用银两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我妹妹柳玲珑因见我幽怜，因此被迫卖身到青楼，我必须尽快凑齐银两把她赎回来。原来有这等缘故，往后你遇到困难大可来县学找我，以你之才通过县试应是十拿九稳的，现在快回家学习。是，学生这就回家。小姐，临县教育名为顾未道，此刻正在张家酒肆。这熟悉的感觉，先天纹路就在附近，是他。他好像是诗会闯门，在二手呼吸间对出五个对联的那个人，但当时距离太远了，没有看清楚是不是他。这位姑娘，我们不认识吧？你怎么主动？我在找一个人，将来必定能成为大才。小哥，你的文体是什么？可否告知一二？糟了，他在找先天纹路，绝对不能被他发现。姑娘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卖酒郎，街坊邻居都知道，肯定不是你说的大才。对啊，这是李家卖酒的那个小子。姑娘，你肯定找错人了。卖酒不是读书人，难道我感应错了？误会解除就好，在下先走一步。翠月，查查那个卖酒郎的底细。是。还以为是同名同姓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在四大书院和国子监之间纵横把合，曾经的兵部尚书顾未道，晚辈安南之见过大人。什么兵部尚书，早就是上辈子的名号了，不知安家嫡系大小姐前来有何指教。顾大人，小小临县出了个先天纹路，我要这临县文人的名单，包括没有入县学只是登记在册的历往考生名单。
树兰，从命。普通文传传承，每传一代就要降一品，且永远都无法突破桎梏，最终沦为平庸。哪怕是诸圣的圣传都是如此，只有先天文传，无论传承多少代都不会降低品级，可以孕育出一个百世不败的家族。你们大家族怕利益被瓜分，就提前对不成气候的先天纹路下手，老小才不助纣为虐。安大小姐再不回去，老小就不客气了。就算顾维道你不给名字，我也会找到那个人，他一定是本小姐的。哎，张家酒肆啊，开始卖望福记的麻辣烫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再来两碗。打听的怎么样？打听清楚了，那个卖酒郎叫李长安，冰糖葫芦和麻辣烫都是他发明的，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，邻居说他的学识也就一般。不是他，小姐要是看上那个俊俏的郎君，干脆把那家伙抢回家。胡闹，找先天纹路才是最重要的。张老板，我们是不是该准备起来了？对对，做完的麻辣烫又卖完了，是该多准备几盒。蠢东西，周围的酒肆看你生意兴隆，肯定准备联合打压你。他们要是敢动手，老子就把他们的脑袋砸乱。哼，莽夫果然不会动脑，万一他们和你玩阴的呢，动手就直接被送进牢房。我看不如听听长安怎么说。啊，李老弟足智多谋，你肯定想到办法了吧？有是有，要是张老板不嫌弃。不嫌弃，都听你的。如果不是直接打砸，想要整垮酒肆就要从两个方面下手。第一，直接把客人劫走，长久下来我们的生意肯定会受到影响。麻辣烫新鲜出炉。老板，咱们这边也可以吃啊，还不用排队，味道根本不差。我们老板说了，在门口单开几桌，让所有人都吃得上望福记的麻辣烫。啊，不用打，那肯定选望福记啊。哎呀，终于加位子了，都排了好久了。呵呵呵，李老弟，你果然料事如神呢。张老板还不能放心，抢客人都是小打小闹，重头戏还在后头呢。啊，还有啥阴招啊？我这个小酒肆真的不能出岔子，还有四十几口人等吃饭呢。价格战，我们酒肆今日全场菜品半折优惠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还有新品小菜免费品尝，吃饭就送上好佳酿。打折可不是天天有，放福记可以明天再吃。张老板，我的麻辣烫就不用上了。啊，居然这么多家酒肆饭馆联手，对方降得起我们降不起啊。这次联合打压也许反而是个机会，能让张家酒肆一跃成为临县的招牌。你愿意相信李某来一场豪赌吗？赢了虽然皆大欢喜，但赌输了我的酒肆就万劫不复了。长安明白，张老板在为我挡灾，我拼尽全力都不会让您的酒肆倒闭的。这次联合打压想来背后也有临县大酒楼的扶持吧，不打破其桎梏，临县第十家酒楼就永远出现不了，谁想逾越龙门都会被打下来。想脱离眼下的困境其实也非常简单，就是拉拢他们的酒肆，让他们也做麻辣烫的生意，人人都有底料就不会嫉妒同行，从内部瓦解想必联盟也会不攻自破。你有多少把握？六分。什么？还不够吗？够，这赌局我跟了，一切都听李老弟的安排。在下绝不辜负张老板的信任，那么先这么做，然后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张家酒肆今天都没几个人去吃饭喝酒了，就等他彻底黄了，大家的亏损都由我清风酒楼承担，明天我们继续。明天我就不参加了。我也退出。张老板把底料分享给我们了，和气生财嘛。啊，放心麻辣烫，
那张家酒肆靠什么营生？这是我们接下来的新生意，火锅。太好吃了，又香又辣，直冲脑门，一口下去，麻辣鲜香在口中直接爆开，麻辣瞬间点燃舌尖，紧接着味蕾为之疯狂，比那麻辣烫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让人沉醉其中难以抗拒。张老板，凭着火锅你们酒肆能不能赌赢？能。事不宜迟，咱们今晚就开始卖火锅。先不急，要想火先营销，距离火锅的一炮而红还有一个十足的噱头。哎，咋个情况？张家酒肆要黄？这两天他家连个客人都没有。果然撑不下去，又倒闭了一家。瘪犊子，咒谁呢？本店要和旺福记合并，特别开发了新的菜色，酿出了顶级好酒，为了配得上他们的档次才特意装修。顶级好酒可比清风酒楼的百花酿还好？哼，不是我吹，在我家酒面前他算个屁。别吹了，那可是临县数一数二的好酒。嘿，你就别不信，老子在这儿公开叫板，临县就没有比我家更好的酒。你要能找得到，我张富贵给你100两银子。哇，那可是100两银子啊。快去酒楼买好酒。还是长安的办法好使，这一下就不用担心开业当天没人了。欢迎光临。谢谢大家捧场，今日全五折。张老板就别说客套话了，大家都是冲着顶级好酒的100两银子来的。二郎，好多人。嫂嫂，看来不出几天我们就能接回玲珑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直接开始。这五天一共收到20种美酒，随机挑选出30人，公正评判，票高者胜。随机公正，说得好听，你分明就是找了托捧自家的酒吧。就是就是，谁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。哼，弄虚作假。不出我所料，会有人闹事。想比酒，那就来一场公平的比拼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顶级的二锅头。既然心有存疑，那不如请顾教育和学子开文路审判。文气之下，谁也不能说谎。太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担心谁说谎话了。哼，没人捣乱，比酒，我家清风楼的百花酿没输过。有劳三位帮忙施展文路审判。好，人无忠信，不可立于世。文法开诚相见，照耀此光者，心口如一。啊，这酒干爽清冽，劲道好足啊！强烈的感觉一下子刺穿了我。酒香清冽，难得一见的绝世好酒。最顶级的美酒，我选它，二锅头。不可能，狗屁二锅头凭什么拿第一？这酒不如是百花酿不如二锅头，是我输了。我的天，真比百花酿还好喝。可不咋地，连百花酿家的掌柜都亲口承认了。李长安，你给我等着，输一次不算什么。你马上就要输第二次了，上菜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一闻就感觉要流口水？搭配二锅头品尝的是我们的新特色菜，火锅。火锅配酒，越喝越有。欢迎大家品尝。我要试试。我也是。谢掌柜饿了吗？不如也坐下来尝尝，别客气啊。对呀，掌柜，我们不如也吃一口。住嘴，没吃过东西吗？看来谢老板的联合打压对上我们旺福记的火锅和二锅头什么也不是。133号客人请进。啊，来了，火锅一座难求，还好我早早来排队了。嫂嫂，这几天火锅的分成再加上之前赚的钱，刚好300两，我们可以赎回小妹了。二郎，幸好你在，否则我。长安，
以后不要离开我。傻瓜，当然不会。李老弟，你在哪儿？来喝庆功酒啊。二郎快去吧，我去百香楼接玲珑回家。好，我们家里见。长安，这次酒肆能起死回生可全靠你，哥谢你。不，不用，我得谢谢你们，否则凑不够鼠小妹的钱呢。这事一结束，我就可以专心钻研文道了。嗯，既然你想走文道，干脆就拜顾老头为师吧。别看这家伙现在落魄，以前也算个大人物。是啊，小长安，快跪下敬酒，以后师父罩着你。啊，我怎么莫名其妙多了个师父啊？哎呀，别愣着呀，快点啊。好，师父在上，弟子李长安给您敬酒。既然你成为了我的弟子，那我就布置第一份功课，作诗一首。作诗？就以酒为主题好了。酒？什么酒？什么诗啊？我脑子怎么一首都想不起来。算了，长安，顾老头故意逗你的，你喝醉了。张哥别急，我肯定能想出来。毕竟我脑海里存着成千上万首诗。想到了。既然你成为了我的弟子，那我就布置第一份功课，作诗一首。作诗？虽然我的脑子里存了成千上万首诗词，但那些诗词歌赋我怎么抓不住呢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喝的酒不够多，斗酒斗酒得全部喝完才行。痛快。长安，你喝醉了，我扶你回家。慢，知道了，关于酒的诗。什么啊？你想到关于酒的诗了？这么快？其名为将进酒，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无复回。怎么突然有水呀？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我要喘不过气了。救命啊！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什么？竟然是先天文录？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先天文录，寒冰化邪，这次我绝对不能放走你。好疼啊！长安，小徒儿，我只以为你有文道天赋，可谁知道竟然会是先天文录啊！这天赋也太吓人了，会要人命的呀！安家那丫头冰寒之体的封禁彻底被先天文转冲破了，他现在正在往这里来，既然他能发现，肯定还有更多潜藏寻找先天文传的人，长安绝不能被他们发现，否则下场只有死。我来封住你体内的文禄气息。老张，连夜把长安和他的家人送出临县。好，快逃，得逃得越远越好。这里是我的纹路深处吗？又多了一块。诗歌已经显示就会变成特殊的纹路树碑吗？二郎别睡了。哥哥快醒醒呀，别吓玲珑。是嫂嫂和妹妹的声音。不能再让他们担心了。李长安，醒过来。这里是。别哭，我这不是没事了。哥，长安，你终于醒了。哎，嫂嫂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又要去哪儿啊？我也不清楚，都是顾教育安排的，
他给你留了信，说看完你就知道了。到底是什么啊？那日你饮酒作诗，暴露了先天纹路，为了保你性命，只得把你送走，托你去白鹿书院锻炼。师父，谢谢你为徒儿做的一切。我会快速变强，强到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。白鹿书院，信中说的就是这里吧？嫂嫂，小妹，老师让我来的地方就是这里。无关人等不得进入白鹿书院。学生特来拜见天地院徐副长楼。这是信物。徐副长楼确实叮嘱过会有人拜访，但只允许你一人进入。嫂嫂，你和小妹去附近的客栈等我，等我办完事就去找你们。嗯。素于至由而传命。传送开。哇。啊，这是。进来。徐副长楼，学生李长安。万万没想到老师走后门也要塞进来的人会如此平平无奇，但既然是恩师的请求，我也不会多问。后续你的学习我一概不管，你自求上进。恩师特别交代要给你个全新身份，玉牌拿去，写上新名字就快离开。哦，好的。敢问副长楼，我该如何在这玉牌上写？不会用文气的废物，还要我从头教你？一个不会用文气的人，竟然能直接反弹击退我的文气，此人并非池中之物，必有大才。啊，徐副长楼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无碍。刚才我出掌是想击出你体内的文气，你体内文气充裕，只需要感知汇聚到指尖，便可以在玉牌上写字。感知文气，注入文气，名字，新名字。啊，有了，我就叫李太白好了。学生，多谢徐副长楼。老师啊，你到底收了一个怎样的弟子啊？此处就是你学习的地方。隐区没几个人在学习啊，看来我已经被划到了差生行列里了。新来的。啊，我叫安南，敢问兄台高姓大名？啊，在下李太白。这男的怎么比女的还漂亮？太白兄紧张什么？怎么不敢看我？没有的事。一月文圣榜，竹山第九楼台。拜见文圣榜。文圣榜，如此强大的压制，这才是进入文道世界的第一步吗？我一定要在下次文圣榜上留下我师座。学海无涯，收来。谁不知上榜就能获得滔天文气，甚至可以提升文路品级。就凭你难。别吵，我们只要抓紧时间学习就够了。冲击文圣榜可是一场不见血的战争。太白兄，那儿都跟咱们关系户没关系，学院的资源只会给好学生。安南，不要胡说八道，如果特别优秀，咱们学院肯定动用一切资源整去帮他造势推动，但考虑我们丙区的可能性确实微乎其微，几乎帮不了我们什么。太白兄如果想参加，报名时加上书院名字也能获得最基本的助力。多谢两位告知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提升文路品级的办法又不是只有这一种。太白兄也可尝试其他的途径。提升文路品级的途径按照难易程度排序，一般是考取功名觉醒、官位气运扶持、功德名望聚集、继承仙人文路、入圣庙或圣器、一年三登文圣榜。近百年来能连登顶文圣榜的人不过百人，绝对是最难获得的文气途径。但那只是对别人而言，论师座才学，上下五千年的精华都在我心中，文圣榜是绝佳的好机会。放学。既如此，我就先回家了，待安顿好再请两位喝酒。哎，不是，混日子的也知道这是要装用功，他怎么敢走？这是
直接摆烂了。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早上才点到。大家好，大家再见。晚上准时走。这种不把文圣榜放在眼里的松弛感，比我还不朽无数，牛。新年快乐！我的新年愿望要给哥哥生孩子。小丫头片子，胡说什么呢？大不了姐姐你也嫁给哥哥好了。你嫂嫂，玲珑还小呢，新的一年我们也要一家人一直在一起。半夜这还怎么睡啊？考验我的定力啊。过了零点，文圣榜正式开启，刚好可以先把诗文传上去。文榜开。刚没几分钟竟然有这么多诗啊，果然是场恶战。完整的将进酒过于惊艳，太出风头反而不好。还是登鹳雀楼吧，先给他改个名字。登地九楼台，白鹿学院李太白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发布，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篇，还会登不上文圣榜？隔日，大年初一。啊，没有上榜？这可是盛唐的经典名篇啊，连前百名都没有，开什么玩笑？唉，太白兄不必太纠结，冲击文圣榜的文士，少说也有一两万人呢。嗨，再说了，第一天上榜，拼的哪是真才实学啊？那拼的是什么？名望喽。愿文昌辉助我一臂之力，让我登上文圣榜。多少文士耗费钱财参加诗会，只为了能够登上文昌杯，美名远扬。这般冲击文圣榜时，就多了几分助力，诗作也能出现在更多的人面前。圣榜的诗歌排名高低是全天下文士的盘择，并不是文圣榜坐定，更像是各个学院各个地方拼资源堆上去的。最火最被认可的就能上榜，谁更能获得天下学子的认可，就能在文圣榜上走得更高。但大多数诗作还没被看到，就消失在茫茫作品中了。啊，原来如此，那普通文士真就没有出头之日了？当然有，惊世之作哪怕是没有半点根基也能冲天而起，文圣榜是骗不了人的。咱这一没名望，二没助理的，痴心妄想那个干嘛？喝酒喝酒。这首诗看似行文朴素浅显，但不知为何蕴含的气魄却让我心神摇曳，我实在控制不住了。啊，好棒。前一联正正相对，语句极为工整，厚重有力，更显示出所写景象的雄大。后一联流水对，技巧娴熟，意境更是达到了大师层次的水准。太白兄的登地九楼台肯定会搅动天下风云，为他宣扬呐喊，冲啊！你俩太夸张了，已经走出了第一步，接下来就要看你能走多远了。争榜大潮正式开始，争榜大潮正式开始。这是我儿参加文圣榜的诗歌，望文宗大师帮忙增其名望，尽吾等微薄之力。老师，文昌被断裂了，算是哪一回过了，争取要让我们学院的诗歌稳在前五十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安者已经五天了，登第九楼台不进不退，一直稳定在第99名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助力，全靠诗本身，只能到这步吗？另一边，诗会上，这首诗绝不止于此，我要为他拜文明。啊，你疯了吗？你要是拜文明，就是用自己的前途命运去赌啊！要是他真的榜上有名就算了，万一没有，轻则文气损耗，重则文功动荡啊！辛苦积攒的文气怎么可以随意押榜？更何况说这李太白是个无名小卒。关兄，你平时最是稳重踏实，切莫冲动啊！诸位不必惊慌，这首诗值得我赌上一切。我相信你们看过之后
也会做出和我相同的决定。学生观行人愿意用自身全部文气推荐登第九楼台。怎么回事啊？五天排名都没变化，一夜之间就从第100位爬升到了第50位。我们第九楼台什么时候出现大财了？啊，没用到学院的力量就一飞冲天了。一个月前还不会用文气的人，一个月后师却登上了文圣榜的第50。老师送来的不是不学无术的废物，而是一个蛰伏的顶级天才吗？太白初出茅庐便天下皆知，或许比状元苏元清更快见指文宗。既然这人不可多得，不如把他攥在我们手心里。再看看，切勿鲁莽。看来是因为我上榜引得他们妒忌。唉，安生日子恐怕要到头了。太白兄平时都看哪些书？能否指教你的同窗好友也登上文圣榜？本人平时只读孔圣论语、出使韵律、诗词文策。不想说就算了，故意说这些入门课本是瞧不起我吗？今天不说就别想走。放手。啊！啊，登第九楼台被认可的文气已经在我体内充盈起来了，只要说出夹杂着文气的话就拥有伤人的力量，这就是言出法随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道世界的强大，只是现在不易树敌太多。我并没有藏私，这位同学要是不信便亲自检查我的书吧。太白，速来七楼。诸位，我先告辞。他说的居然是真的，不可能。这家伙竟然连入院考核都还没过，真是天才。不行，我回去要把这些书再找出来重新温习。见过长楼，见过副长楼。不必多礼，今日叫你来是为了另一件事。京城总院想要特招你入学，名望宣扬文气修炼，资源应有尽有。还有文宗会直接传授他的文气给你，可让你直升五品文气，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好机会。啊，这不是培养学生，更像是在揍神。五品君子纹路水火不侵，平步青云一人堪比一只万人铁军。敢问长楼，我需要付出什么？很简单，服从一切安排，绝对不能失败。书院在你身上动用了滔天的资源，你若是败了，怒火会把你烧成灰烬。去了就是任人摆布的棋子，危机四伏，生死不由己。长楼大人，有没有其他选择？我可帮你推掉，你留在竹山第九楼台，安安心心做一个普通学生，那些好处都无了。往后你只能靠自己立足，通过考试。学生选择第二条路。很好，为了弥补你，我特向学院申请了奖励你去竹山宝库挑件宝物。但凭长楼做主，学生也不求什么。你别不相信，竹山千年积累的宝物尽数藏于其中，现在就带你去挑。啊，宝库怎么看上去比自家的屋子还要寒碜？长楼不会骗我吧？进去吧，只能挑选一件，你有一个时辰时间。啊，这里竟然另有一方天地，宫囚内就是各种宝物吗？我可以随意挑选。以文传感应，用文气捕捉，挑选最契合的宝物。每颗星辰都氤氲着令人心神摇曳的强大气息，我该选择哪个啊？啊，找到了，就是这个，找到了。就是这个，这是迄今为止与我最为契合的星辰，而且火属性的群攻技能，只要文气充裕，施展的效果也会极其惊人。已挑选完宝物，还不速速离开？啊，是好宝贝吧？我们白鹿学院对你还是很有诚意的。
谢谢展龙，要是送我出来能再温柔点就更好了。回去好好读书，剩下的事就交给学院，我们定会让你的登第九楼台，登顶文圣榜。二郎，你快看谁来了。张叔。在郡城过得怎么样？我和你师父都想死你了。一切都好。之前你寄给我火锅底料配方，老哥也不能辜负你的信任，之后分红你占六成，这个月的拿好。当初说好多少就拿多少的，张叔不必给我。哎，说到底望夫记是你一手创立的，我就占个苦劳，要不是还得养活我那些退伍兄弟，拿一成都嫌多。张叔又在接近老兵。哎，那都是我的兄弟啊，当初大家为大晋而战，九死一生，可现在连活着都成了奢望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袍泽兄弟死，只能时不时给点银子。世道不公，名声艰难，读书只专注于修行文道，却忘记了本心，为民请命。他们不做我做，如果张叔你相信我，将老兵带了，我会让他们堂堂正正有尊严地活下去。好好。兄弟们，这位就是跟大家说的李公子，他有办法带大家吃饱饭穿暖衣。一个小娃娃能有什么本事啊，可别说大话。张头，你会不会看错人了？统统闭嘴。杨长喜，你老母过世，没有那五两银子，到现在你娘都还是骨未寒。宋安民，你娃娃生病，没有那十两银子，你娃娃恐怕早死了。全靠长安叫我赚钱的法子，我才有银子给你们。现在他还花时间为我们这些贱命谋划出路，只有他把我们当人看。张叔别气，诸位不相信我也是人之常情。只剩李公子该不该喊？该喊。少了你们吃还是少了你们喝？声音大一点。李公子。多谢大家的厚爱，我的想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这是冰糖葫芦、二锅头、麻辣烫和火锅的配方。竟然把这么珍贵的秘方给了我们，李公子真是大善人。之前在临县的生意都不错，想必也能靠他们在郡城立足。先从小商小贩做起，后面我会根据大家的反馈再调整。为报答李公子大恩大德，兄弟们愿奉你为主，向犬马之劳。我这是意外获得了第一股武装势力。定榜日，现在开始分发奖励，名望、文气，望汝再具人族气运。学生定不负所托。文气化液升级至九品文气。吞噬海量的文气竟然会催动阳指玉书，出现全新随机的文气碑，这不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文气永动机？以后文气升级稳了。嘿，二位爷里面请。张叔，大家都怎么样了？已经有两个人学成出师，其他人都还有的练呢。燕姑娘在这儿弹琴能赚几个银子，不如来伺候我们啊。咱们可是郡城五大帮派龙虎帮的，我们兄弟会好好疼爱你的。不要，请放开我。哈哈哈哈，蛇哥说的对。这时候对上龙虎帮实在不明智。但啊，谁敢偷袭老子？是我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瞧不起我们龙虎帮？兄弟们狠狠打他。张叔。就凭你们这些垃圾还敢叫嚣我们公子。什么龙虎帮，看来不过如此。两位恩公，你们还是快离开郡城吧。你怕龙虎帮会寻仇报复？来就来，那些帮众实力都一般，老夫对付得了。他们不仅凶狠残暴，还和官府勾结，惨死他们手中的人不计其数。公子，你救了我，确实不想看到您出事。我会注意的，多谢姑娘提醒。就是我们会不会靠太近了？是我
我冒犯公子了。无事无事。呵呵，我看那小姑娘对你有意思，不如叫她以身相许。张叔，别打趣我了，龙虎帮不得不防，麻烦张叔叫几个人暗中保护我嫂嫂小妹。那当然了，这事交给我。玲珑，我们快回家吧。好。玲珑，我们快回家吧。好。啊，你们是谁？这就是那个李太白的嫂嫂小妹，姿色倒是不错，没有言情师，拿他俩快活快活也不错。王总，二郎，大哥，救我们！你说什么？龙虎帮绑架了嫂嫂和小妹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我去救。长安，冷静点，芷衣和玲珑没出事，兄弟们一直跟着，没让你帮杂碎得逞。二郎哥哥，那些混蛋实在是……没事了，玲珑乖，玲珑不怕。这次啊，多谢张叔，但龙虎帮欺我嫂嫂和小妹的仇，我必将百倍奉还。二郎，你没必要为我们招惹地痞流氓。你们是我最亲的家人，像今天这种事，我绝对不能让它再发生。那我和小妹离开郡城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威胁你。张头，李大哥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龙虎帮派人砸了我们的摊子。哼，你们东家得罪了我龙虎帮，还敢在这里做生意？这群狗杂碎，杀了也不为过。绑我家人，伤我兄弟，既然麻烦躲不了，那就解决带来麻烦的人，斩草除根，解决整个龙虎帮。此事因我而起，却没想到东岳郡城的妖风这么大，连累了兄弟们。长安，向各位赔不是了。李公子这是说什么话？明明是那些杂碎害人害己，您对我们有恩，我们担不起这样的大礼呀。长安，兄弟们怎么会怪你？快起来。以兄弟们的实力对付龙虎帮轻而易举，但他们和官府勾结，若直接动手反而对我们不利。我已经想到如何避开官府，直接铲除黑龙帮的办法，请诸位助我一臂之力。杀杀杀！这几日生意暂停，我给每个人都制定了任务计划。宋哥，你多派点人摸清黑龙帮的底，大小头目的所有情况都要知道。丁叔是弓箭兵，我给你图纸，你需要做一种全新的弓箭，名为折叠弩。天哥，你的任务最为重要，麻烦天哥带着兄弟们加入黑龙帮，从内部离间。属下领命。我不会拿兄弟们的性命开玩笑，也希望大家相信我，局已不好，就等一击必杀。之前只觉得长安文才好，脑子活，可现在看来他就是天生的王者，或许可以改口称他主公了。儿子，走啊。哎呦，大师生，昨晚干坏事去了？别乱说话。还有安兄，不要再叫我那个名号了。那你求我呀。又被退稿了，丢不丢人？这是怎么了？我们楼台接了从文局的任务，为主推的画本一语配诗，可已经被退稿七次了。哎，难怪长龙发火，要是再被退稿，估计会给其他书院接手，那时候我们的脸就彻底丢尽了。怎么样，大师生，你要不要出手啊？嘘，小祖宗，你可别再调侃我了。地久楼台的学生听好了，每人都必须交一首配合一语的诗文，选中者可获得500两润笔费，销量达到甲等，额外会有一成红利。什么？只有区区500两？不如直接请文学大师出手得了，我们哪行啊？大师都珍惜自己的文明，根本瞧不上这任务。区区和500两这两个词是能联系在一起吗？有了这笔钱，刚好可以养活兄弟们。这单子我要接。哼，诗词是你小姐就能写出来的吗？小伙子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
男女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成婚。男子外出闯荡，女子在家等候。男子另有了新欢，女子得知后自缢。不该啊，这个爱情故事写的也太烂了吧。这话本写的到底是谁喜欢看啊？我还没谈过恋爱，不会写情诗啊。随便敷衍掰扯两句呗，难不成还得写出花来？恐怕诸位小瞧了此次外事任务。从文书院上半年主推一语，若诗文被选中，所获得的名望值至少抵得上一座分院的助力。你受过情伤的通通闪开，放着我来写。我的情诗可是连青龙花魁都感动哭了，肯定很适合一语。为了登上文善榜，我一定要拿下这次任务。这上本就不容易任务，更雪上加霜了。但是论情诗谁又能比得过这首呢？两位长楼，学生李太白来教一语配诗。太白啊，忘了和你说，此次诗文整个第九楼台唯独你不用教。为什么？学生做错了何事啊？你没错，只是登第九楼台的起点太高了，若你下手时失败，有心人会趁机贬得你一文不值。稳妥起见，不如再蛰伏几个月。原来如此，学生多谢两位长楼为我着想，但我还是想试试。若只有我一人，长楼的安排是最合适不过。但现在兄弟们为解决龙虎帮停了所有生意，一语这五百两不得不争。年轻气盛容易吃亏啊，你执意如此。长楼，学生相信自己的事。哎，罢了，我先看看吧。相思二首。一首直白，一首含蓄，两首诗居然道尽了天下女子的爱意。尤其是最后两句，气婉缠绵，催人心肠，妙妙妙。娘子夫君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两位长楼，你们这诗不错，我会交给从文书局，你先回去吧。多谢长楼。虽不如登第九楼台的意境，但也有大师水准，完全碾压了其他学子。太白，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？我们藏不了他多久了，李太白可不是普通的天才。这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？谁写的？黄大师看相思二首貌似都有两刻钟了。听说是那个太白登上一月文圣榜的传奇新星。一语配不上这首诗，我要修改原文。黄大师，五天后就要刷印了，别呀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写出能配得上这首诗的话本，熬夜写，你们都别来打搅我。这个太白诗写那么好干嘛？真能折腾。两位还是请回吧，你们送来的诗不可能会比相思二首更好。黄大师，你还没看，凭什么？不知是白鹿学院哪位大师的作品能让您这么满意啊？李太白。什么？又是他？一月文圣榜已经让他初尽风头，再加上一语的名望，只怕会横空出世一个超级天才。那我们两院再无出头之日，必须联合打压李太白。没想到任务的酬金这么快就发下来了。你还真是什么都没感觉啊，自己看，连续两次技惊四座，恐怕全天下读书人的仇恨值都在太白兄一人身上了。那安南你呢，也会妒恨我吗？我呀，太白兄诗好坏与我各混不吝何干，还不如想想啊，赚了银子请小弟去哪里吃饭。好好，哪里都行，但大哥你别凑那么近啊。我想起来了，不如就去你常提到的教坊司。
安公子，彩衣姑娘可盼着您呢，快这边请。你俩先上去吧，我去趟茅厕。没想到公子会安排在教坊司接头。帮派和学子的共同点不都喜欢逛窑子吗？龙湖帮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回禀公子，龙湖帮约有500多人，其中大小头目共37人。大当家常和官府赵姓八品典史碰面。群城几个帮派里和龙湖帮最不对付的就是西村派。好，接下来就让兄弟打着龙湖帮的名号去挑衅西村派，闹得越凶越好，最好能让双方开战。公子是想借刀杀人？那可不能彻底解决龙湖帮，接下来得麻烦田叔找几个头目，最好和我们自己人体型相似，最重要的是弄到。太白兄，你还没好吗？我得离开了，之后就按照我说的做，半月之内便可收网。啊，是公子。安兄急什么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还以为太白兄你掉坑里了，还想过来救你呢。太白兄又输了，呵，我还就不信了会输给你们俩。继续。这就醉了，太白兄酒量不行啊。不能说男人不行。宿醉头疼，身上也好重。你别乱晃啊！我和人酒后乱性了。等等，还是和安南？我不会弯了吧？安兄，冷静！我真没睡你啊！因为是你趴在老子身上睡了一晚，我腰到现在还酸呢。我都不怪你，你还要打要杀，不如就当无事发生，我先走一步。这就想走？你敢？安兄别！安兄，你该不会想让我负责吧？两大男人就算睡李太白、李太白、或者你直接说怎么办吧，我都答应，只要你别动刀子。哼，那等我想好了再说，你欠我一次。好好好。头过一劲，就算安南比花魁都漂亮，但也是男人啊，单纯睡一张床谁都没吃亏啊。怎么被他一吓唬，我就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啊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安公子。别人喊我公子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他和我那样，我该不该杀了他？可他是太白呀。是啊，太白初出茅庐便天下皆知，可他却不知道我是谁。哥哥回来了。等等，哥哥不是说和同窗应酬吗？怎么除了酒味还有胭脂味？没有。玲珑别闹，二郎肯定累了，先让他好好休息，我去煮醒酒汤。只有嫂嫂，不，只有知音，事事以我为先，永远那么温柔，全心全意地照顾我，有他在就是家。敢打伤我西村派兄弟，今天必须让你们血债血偿。别什么狗屁事儿都赖在我们龙虎帮的头上，说了老子没做过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杀。大哥，给兄弟们报仇啊。西村派不灭了他们，我们还有脸在江湖上混吗？下战书，3天后决一死战。呵呵，这么说收网的时机到了。之前还能把这当游戏，可现在有人因为我的计谋而丢掉性命，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我这么做真的对吗？长安，你没做错，错的是那些不让我们安稳活着的狗杂种。不要犹豫，请下令让兄弟们合理除掉龙虎帮。多谢张叔，多谢各位。长安明白了，我知诸位在北境身经百战，对付地痞流氓是杀鸡用牛刀，但为了大家能够平安归来，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按照我的命令行事。明白。战争开始。杀！两大帮派虽说声势浩大，
出动了近千人，但官府不会坐视不管，这场冲突持续不了多久，所以动作一定要快。第一，射！趁乱射杀，记住，杀人不是我们的目的，重要的是下一步。利用人皮面具偷梁换柱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让我们的人彻底取代龙虎帮。一定要记得毁掉尸体的脸，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暴露。那之后呢？难道我们要从被欺负的人变成拿刀的屠夫吗？当然不是。张叔，你想过吗？没了龙虎帮，还会有别的帮派，坏人依旧会作威作福，普通人还是没有活路。与其命运寄希望于他人，还不如我们自己做主，借龙虎帮的可起势，在咱们能做主的地方，让大家都能活出人样。自己做主？长安，一开始就是这个打算，是吗？张叔，相信我，这一天不远了。公子，你的计谋可真神啊！除了老田他们为了不被怀疑故意挂彩，其余弟兄无一人伤亡。还他娘的干掉龙虎帮47个杂罪，别提多爽了。辛苦诸位了。另外还给公子带了份礼物，抓来了绑架嫂嫂小妹的那群杂碎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他妈管你是谁，老子可是龙虎帮的，你最好快放我。来人，拿折叠弩。不记得你绑了我的嫂嫂小妹，对我家人下手，现在敢说不记得？公子，你若实在下不了手，我来。不准帮忙。为什么？会跟随一个没杀过人的主公吗？公子必须亲自动手，才能让兄弟们真正信服，并心甘情愿卖命。可他再如何算无一策，也只不过是个少年啊。我不是什么圣人，也不想杀人，但你们千不该万不该碰我的逆鳞，只好让你们去死了。哪怕龙虎帮的人都死光了，也比不上他们的一根头发。不仅没有被压垮，反而蜕变成为了真正的黑暗里的君王。为什么杀我们？犯下杀孽不是正道，以暴制暴，歪门邪道。今日你杀我们，来日就会有人杀你。今日你杀我们，来日就会有人杀你。正道如何，邪道又如何？我李长安即是道。杀了他！还想再死一次吗？就算你再强大，能时时刻刻保护家人吗？只要一不注意，他们就会落到我的手里。你找死！然后因为你惨死。不要不要。二郎，做噩梦了吗？原来只是个梦，还好你没事。别怕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嫂嫂，如果说 我是说，如果你会因为我而遭遇危险，我。二郎，遭遇危险怎么会是因为你？明明是那些坏人的错。你教我做过冰糖葫芦、二锅头，带我去过文人雅士才能登上的摘星楼，甚至赚钱帮忙赎回了玲珑。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上。所以，就算让我为你死，我也是愿意的。知音，也只有你。我们不能。二郎，你快睡吧，我也回去了。想保护他，又想欺负他，李长安，你承认吧，你对他不行了，这种感觉压抑不住，马上就要宣泄出来了，一定要写出来。嫂嫂，你感觉到了吗？
这就是我对你的情谊。你说你写出了比相思二首还要好的诗？那为什么非得三月初六那天才献诗？你知不知道三月文圣榜又叫乾隆榜，各位豪杰大师都不会在这月出手，本是新人扬名立万登顶的好时机，但你比别人晚六天发布，会失去多少助力，可能会葬送原本的大好前途。可他的生辰是三月初六，这首诗我想第一个让他看到。你哪怕名望受损？哪怕丧失先机？对学生而言，重要的不是登顶，而是那个人，望老师成全。太白啊，以你的才华登上巅峰指日可待，未来什么样的女人不能与之相配？门阀千金、世家明珠，甚至大金公主也不无可能，可都不是她。那些人再好，在学生眼中都不及她分毫。那女子到底是谁？老师信里没提过你有心上人，说你最在乎的也就你嫂嫂，该不会就是她吧？学生不敢欺瞒，确实是学生的嫂嫂。胡闹！你可知这段感情有违先圣礼法，轻则文传破碎，重则当场毙命。两位长老，我和嫂嫂并没有违反纲常礼法，嫂嫂嫁过来的那天甚至还未拜堂，哥哥和父亲就奔赴了战场。严格意义上，他和我哥哥并不是真的夫妻，当时嫂嫂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照顾重病的我整整五年，我数次将学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嫂嫂对学生不离不弃，此番情深永世不能忘，我绝不负她。不是大逆不道就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就去做吧，学院会支持配合你的。谢谢长老。掌柜，给来两本。别抢啊，我先说的。听闻还有太白的配诗，这不得瞧瞧。此时李太白所在排名第20名。这两本新上的话本子道出了天下大事，写写杀伐，这不比情情爱爱好看？哎，客官，咱今天还有买一送一的优惠，划算得很。说的没错，真男人就该看这个。我要两本。客人，你们别走啊。他们不买，我买。就凭这玲珑骰子安红豆，肉骨相思知不知两句，一语我们真是定了。这诗词纠结男女之情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也就你们女人爱看。太白的诗温柔细腻，你怕不是写不出，心生嫉妒才出言诋毁。混账，一来二去的争论反而让相思二首的名望更大，不能再心慈手软了，这次一定让李太白彻底粉身碎骨。这几天的文圣榜我看真值，相思二首排名一会儿再上一会儿再下。可不是啊，现在又在第三名，太白可真是有大才啊。李兄，最后两句诗写得那么缠绵悱恻，可是为心上人而写啊？这两句啊，不是啊。原来是我想多了。我为他写了另一首，想等过两天他生辰，三月初六再发表。你竟敢有！太白，不好了，相思二首快要跌出文圣榜前百了。啊，怎么会？松月书院的几位大师联手在疯狂贬低相思二首，排名跌得太快了。一生于太近，缺乏余裕，执着情爱小道，眼界狭隘，还以为是天才。现在看来也不过尔，这种诗词没资格登顶文圣榜。此时太白排名78名。他们凭什么这么说你？不行，我帮你骂回去。阿南，你别冲动。都骑到我们头上了，就算是大师我也要揍他。胡言乱语，太白之诗依然有大师水准，你们不断贬低诋毁，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。我等皆为太白考虑，希望其迷途知返，何来险恶用心？哼，反凡，
倒是小友以晚辈身份却教训前辈大师，诸圣之礼都弃之不顾的吗？阿南，太白兄没能帮得上你。安兄为我出头，太白感激万分，至于那些大师，我亲自解决。既然几位大师这么想指教，那太白也该有所回应。去、小贼竟敢把我们比作苍蝇。晚辈无意和大师争辩，不如直接切磋诗文，在文圣榜上比个高低。要应战吗？输了恐怕会被活活笑死，就说了他几句，这点小事都忍不住吗？吕大师不能用自己的名声赌啊。大师们不敢比吗？你晚辈这首诗依然为男女之情，赌自己能赢过你们所有人，登顶文圣榜。四位大师不必拘泥利益，随意即可。敢一次挑衅四位大师啊，彻底搅动起文坛风云，不知道太白下一步会做什么。嫂嫂，生辰快乐。你还记得，不过这很贵吧？我给嫂嫂戴上。其实啊，真正的生辰礼刻在了玉镯上，是我为嫂嫂写的一首诗。真的吗？可我有些看不清楚。没事，我念给嫂嫂听。上爷赠知音，上爷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，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诗音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明明是我先喜欢哥哥的。玲珑，其实我不管，你亲了姐姐，那也要亲我。啊！我哥哥不准再偏心了。你可以最喜欢姐姐，但第二个喜欢的必须是我。啊，好了好了，都依你还不成吗？长安，这个生辰我过得很开心，谢谢你。知音，今天还没有结束，我还有惊喜要送给你。哇，好漂亮！快看，好多祈愿灯。这个叫知音的女子也太让人羡慕了，这么大手笔就为了给女子过生辰，好男人都是别人家的，气煞老娘。不仅是在冬月，我还要让天下皆知我对你的情意。啊，看来昨晚陪心上人透支了身体，太白兄注意节制。哪儿跟哪儿啊，我睡不着是因为这个。昨晚我发了送他的诗，想着登顶才算是彻底圆满，可是效果不如我预期啊。知音，原来昨天的祈愿灯是李太白放的，你当真这么爱他吗？那位柳知音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错过了初五的珍榜天朝，现在名望聚拢的太慢了。简单，既然诗无法直接得到关注，那就尽量提升李太白你的名望咯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，还好有你啊南安，我想到提高名望的办法了。你开心我就开心。你刚说什么啊？没啊，你想到什么办法？从文书局随书赠送太白相思二手的亲笔手书拓本，人人有份。此外还有三份太白的真迹夹在一语话本中，可遇不可求。太白的真迹，天哪，这不相当于他给我写情书吗？都别跟我抢，先给我来十本，不，二十本。啊，我也要。狂妄小儿，太白不会真以为他的字能好到咱家名望
登顶文圣榜吧。也就骗骗这些无知女子了。书法靠的是长年累月的经营磨练，它算什么东西？是太白的真迹。这字啊，行书犹如天上流云，却又平和自然，笔势飘逸又委婉含蓄，求美见效。天下行书中，这字啊可排进前十。小姐，我想和你买这幅字，钱够否？滚！千金不换李太白的字，想要就去买一语言。怎么可能？诗文就算了，连书法都这么妖孽，李长安难不成是圣仙传世？很好，关键时刻还得靠您老啊。有这碑在，我的书法能和王羲之一模一样。我不信哪个读书人对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会不心动。哇，太白把男女之情写到了极致啊！谁说情诗不登顶啊？他怎么可以喜欢别人？这个叫知音的到底是谁？实在挡不住，庶子李太白凭什么有这等学识？多亏顾老师送来了长安，白鹿算是挖到宝了。徐副长楼吗？给我批个价呗。又高价？两个月请了五六次，这次又想干嘛？师兄，这次真和我没关系啊。师父来信，紧急召我回去。现试开门，诸位学子请进。长安，只有通过现试，你的名姓被圣庙收录，载入文士名籍，世家大族就轻易不敢对先天纹路的你下手，才算是真正的安全。弟子明白，多谢老师。快去吧，一定要认真答题，仔细检查。拜圣位，或试题。圣庙随机发卷试题，只能被考生本人看到，倒是绝对公平。题目倒是难度不大，看来这次现试没什么大问题。这炷香就是考试时间，众位学子可以开始答题了。此香大约可燃烧十个时辰。学生已经答完考卷，能否提前交卷？才一个时辰，他就全答完了，不会是写不出自暴自弃了吧？可以，将答卷投入问圣鼎即可。什么？你说他一个时辰不仅答完了题，还拿到了甲中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我们还考什么？我要求复查，肯定是给错分数了。吵什么？不想考就给我滚出去！圣人的评判不会错过，要快就快你们技不如人。既然通过考试，那就请这位学子进入迎圣阁，一一记录文经。好。啊，这就是圣庙。哇、哦！原来是圣人文器在帮自己锤炼文篆文功，这力量也过于强大。传说中的先天纹路，要让此人出世，天下多个大才，我们更难生存。不行，必须要让先天纹路彻底消失。死！幸好我及时避开了致命伤，这股力量绝对不是圣人纹气。是谁？不好，躲不过了。这人体内没有纹路的痕迹，再普通不过。看来是我看错了。哼，白费力气。啊，竟然没有伤亡。难道是因为阳指玉书及时藏起了纹路？那他想要摧毁的不是我，而是先天纹路。哦，这下应该没事了。吾以圣人之名赋予汝文官。啊，不是，我已经有。
杨芷玉是为了躲避攻击藏起纹路，沈人误以为我是什么都没有的新学子，所以才给我铸就了一块全新的普通纹状，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两种纹功。纹功一旦出现就关联了持有人的性命，谁出问题我都得必死无疑。纹法星火燎原，星火燎原啊！消耗掉先天纹路的纹气，形式纹功才得苟延残喘。三月末纹身榜结算，两手试纹的纹气是爆发增加，到时候新纹功恐怕会在顷刻间坍塌，我也会死。半月之内新纹功必须得和先天纹路不成上下。不是，我这画本怎么了？哎呀，情爱画本如今是真卖不出去，就连黄青山大师的一语都是沾了太白的光。公子啊，实在对不住啊。将近久没有发布的时机，现在我能用的只有梁柱。掌柜，要不这样，我自费印刷如何？你这……公子，这样不划算啊。其实这些钱都是要打水漂的，而且按照书院规定，起订10000册，每册成本14文，定价23文。我是认真的，在下自费印刷，只希望从文书局能帮着对外售卖即可。那就请掌柜帮我拟一份契书，我先自费印刷10万册。公子，10万册那可是1000两银子呀，即便全部卖完，公子也是亏本的。又一个花钱买名声的公子哥，就这种人真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？名望是骗不了人的，人傻钱多管他的呢。公子既然已经决定，烦请公子在此处签名。既然先天纹路是用太白现世，干脆新纹功也用李白的名字好了。李白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。青莲纹功的纹气丝毫没增加，可见这两天梁柱没卖出几本，再这样我燃烧再多太白纹功的纹气也支撑不了几天。以往的画本子都是怎么火起来的呢？以往都是被纹师们认可的才有心会发酵，最后被普罗大众熟知，去求大师推荐，那肯定会暴露青莲太白是同一人，名望也不一定能增加到青莲身上，还是必须隐藏身份。若谁都不知我是青莲，或许未来能成为最大底牌。等等，那换个传播途径呢？让平民百姓口口相传梁柱的故事呢？我这次来是想求……我愿意。啊？公子，小女子愿意和你。那就多谢严姑娘了，劳烦你在勾栏讲一讲这梁柱的故事，不过千万别向任何人透露这本子是出自我手。原来不是来求去。严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不方便？没有，李公子救过我，小女子愿意为您做任何事。我有一段情唱给诸公听，祝家有女初长成，才貌双绝世无双，女扮男装赴学堂，路遇山伯身性良，一见如故坦心肠，读书3载情爱藏，英台恢复女儿妆，情定3生拜高堂，多情自古多离伤，父母之命打鸳鸯，楼台相会绝情伤，化为蝴蝶飞成霜。为什么要把他俩先死啊？这爱情故事太过凄美，闻之落泪。要让我知道是谁写的，非揍他一顿不可。言情诗这一唱，果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，就是这个效果。
不过还远远不够，是时候该添把火了。梁柱存货不多，已经全部卖光了，过两天就印，真不好意思。梁柱这么好看，早知道秦爱本子受欢迎，我也写个，说不定火的就是我了。啊呸，你也配和青莲公子比？就开玩笑嘛。话本一道上，青莲很有可能是第二个太白，不过现在没他的同意，加印不了梁柱。哎呀，得错过多少银子呀！哎，掌柜的，你看，青莲公子刚好来了。公子，哈哈哈哈，青莲公子里面请。我们书局希望梁柱可以加印，价格好说，好说。哦，详细说说。啊，书局认为梁柱可以加印50000册。啊，当然。加印不需要青莲公子再出银子，最后可获总利润的30%。青莲虽然只是一名新人，但也不是傻子。按照掌柜的提议，一本书我净赚不到30000，勉强回个本。可是我自己加印50000册，若能全卖光，利润就能翻倍。青莲公子，可你的风险也大。没有诚意就不要谈了。我想别的书局很愿意和我谈这笔生意。30%，总销售银的30%。成交。现在什么情况？龙虎帮已经被掌控，但大当家不肯透露和典史赵应权的联系方式。这就是你们的头，一个文弱书生。老实点，既然审问不出，就直接杀了他吧。对外只要说他突然死在女人身上，自然会有人来找下一任帮主。向来官府只想要银子，并不在乎龙虎帮到底谁当家做主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兄弟们可以当家做主。啊！龙虎帮的威胁已解决，现在有两条路给兄弟们选：金部，不用再接触其他事，光明正大做生意，成家立业；爷部，继续隐藏身份，混进龙虎帮。收集情报，任务保密，具体事务会在大家选择好一一安排。啊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过好日子了。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还有钱呢，傻子才不选金部呢。我知蝶部不易，所以给兄弟们额外谋了些福利。其一是任务完成程度，蝶部众人可得资源包括但不限于银钱、兵器、天才地宝。其二为蝶部子女设立学堂，费用由我承担。有文道天赋者，我会接引他进书院。公子对我们真好啊，幸好来了郡城。还他妈叫公子啊，所有人都有敬礼。参见主公。苏卫记已改口，我们不能顶着龙虎帮匪类名号行事，不如重新赐名。人族存世近万年，大汉5000年圣人林立，四方敌寇无不俯首称臣。那便改名大汉。卖冰糖葫芦哟，酸甜可口，快来吃麻辣烫，临县第一美食。客官，来看看新出的字画，青莲居士大作梁祝，加印50万册再贩喽。蒙恩书局管事的脑子被驴撅了吧？一语多亏有太白，梁祝有什么？看来离倒闭不远了。长兄，恭喜恭喜，压下从文书局指日可待呀。的确，看来还得再推一推名气。啊，怎么把他忘了？安南，我送你件礼物。休假几日，太白兄竟然还记得给我带啊画本子。我见你啊颇为喜欢相思二手，这部应该也会喜欢。看看吧，竟然是讲一女子乔装打扮成男子进书院的故事。你是不是知道给我看这个干嘛？我以为你会喜欢，不就是希望你能让彩衣花魁帮忙打广告，帮我增加几个读者，还能干嘛？太白兄，你也觉得以安兄的美貌像是女扮男装的学子，这才送他梁祝，用梁山伯的名义告白祝英台啊。不准胡说。真要这么说，周兄和安兄才更符合人设吧。你对啊。安南，
你过分了啊！现在敢乱说话，不把你脚废了，我跟你姓。天哪，太白兄送了本书给安南，就准备要嫁给他了啊？什么书啊？好像是叫梁祝的话本子。给我也看看。周子瑜，我这也算宣传成功了吧？太白兄送我的话本，本想带给你瞧瞧，没想到教房司的姐妹人手一本，都已经看过了。可不止，听闻桐庐胡同勾栏有人唱这出戏，姐妹们还说明天去看呢。桐庐胡同，太白兄好像就住在附近。那公子更应该去看看这出戏，或许能偶遇到梁山伯。什么梁山伯？我们不是在说太白兄吗？对呀、啊，他不就是你的？好啊，彩衣，咋拿你公子寻开心？方姐到底去不去呢？那就去看看。姑娘，你找我？李公子，您回来了。奴家是因为改了梁祝几句诗文，请公子指点一二。文采亦然啊，遣词造句虽说没那么精细，但也颇有章法。严姑娘，这词改得真好，以你的文采该去参加科考才是啊。奴家哪有公子夸得那么好，明日勾栏会演唱梁祝新词曲，希望公子能来。严姑娘仙音，李某定当洗耳恭听。唉，这般女子竟然沦落勾栏讨生活，实在可惜，该怎么帮她呢？误会了，我和严姑娘真不是那种关系啊。哥哥发誓，真没对她动过心吗？我。严姑娘喜欢哥哥，哥哥也喜欢她。那玲珑呢？不如哥哥今晚给我个孩子吧。嫂嫂，救我！长安，你就从了玲珑吧。不如哥哥今晚给我个孩子吧。嫂嫂，救我！长安，你就从了玲珑吧。玲珑，别，姐姐温柔又贤惠，严姑娘文采斐然，就玲珑什么都不会。玲珑给哥哥生了孩子，哥哥以后眼里就会有玲珑了。啊！小傻瓜，玲珑不需要做别的，哥哥永远喜欢你。啊！哥哥现在嘴巴太甜了，就知道哄我。所以。你还是这样睡吧，要不然哥哥不喜欢你了，这样对我俩都安全。哎，严姑娘的梁祝就要开唱，早进早抢座。哎呦，别挤呀、啊！没事吧？可真巧，安兄也来勾栏听梁祝。全都给我排队，谁敢在勾栏闹事，就是不给我们龙虎榜面子。哈哈哈，排队就对了。这样子大家都能快点听到曲子，诸位请进吧。龙虎帮竟然在帮忙维持秩序，转性了还是看上了严姑娘？嗯，宋哥管理下的龙虎帮焕然一新，不错，给他加工资。李公子，严姑娘吩咐过请您去后台听曲子。又是知音，又是严姑娘，太白兄真是有好多桃花债啊。故事发展到这一步也是我没有想到的。英台自幼娇惯养，我只得允他扮男装。经过严青师的琵琶演奏，梁祝的名望肯定更甚，青莲文公的文气也充盈起来了，但还是完全比不上太白文公啊。玉木的文圣榜结算就是我的生死鬼门关啊。文气太多了，这样下去我会死。星火燎原，不够，完全不够，消耗文气的速度完全比不上接收的文气，这样下去我会死。
活过来了。杨芷玉叔又救了我一次。太白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魂气太多，身体没撑住。快随我去疗伤。你们三个站住。啊，总院上使。总院有令，我来带太白进京。上使恕罪，长楼也下了命令，太白不去京城，就算去京城也该由我们送去京城，而不是京城派人来接。放肆，你在顶撞本座。韩南，快带太白走。文法漫天飞雪，找死。文法挡。副长楼，还不快走。是，安南遵命。去教坊司，那里安全。坏我好事，不怕我杀了你。徐念只是听命行事。那你就去死吧。敢杀我的人，竹山什么时候由你做主了？山主，我王天罡。王天罡，你未到三品，怎么敢从圣庙里出来？一个小杂碎居然敢直呼我的名讳。说吧，你来自白鹿书院的哪个家族？族长，救我。住手，我们是为了李太白好。哦，原来是西川李家，说说看怎么个好法。前几日接到密报，另外三家书院卖主和国子监碰面了，查不出谈了什么，但肯定是在密谋对李太白下手。他两次登顶文圣榜，已经成为所有人的眼中刺，不如交给我们保护。保护才是囚禁，太白这样的绝顶天才是白鹿未来的希望，我不允许你们毁了他。谁敢动太白，就先从我王天罡身上跨过去。药一点都喂不进去，怎么办？我来。副长楼的金身液果然有效，伤势好得这么快。幸亏有您不分昼夜的贴身照顾，李公子真是幸运啊。多嘴。我好像是见过的。哦，算是勉强闯过了鬼门关。在青莲文宫没有积攒到能抗衡太白的文气前，绝对不能用太白发作品了。哎，不如看看阳指玉书上出现哪些新东西可以被青莲文宫所用。啊，就是这个。还好永安兄你照顾，小弟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啊，周兄不要开这种玩笑。再胡说八道，撕烂你的嘴。我听说北凉那边又要再起战事了，问周兄，他了解的比我们都多。前线打了败仗，10万人被困在妖国，虎威将军我爹他正准备派兵援救。你爹？虎威将军？那你来书院干什么？你本就想走武道，有你爹在前线做武将，何必在这里混日子？我爹认为武道没前途，让我们兄弟七人都修文道，可我不甘心，还坚持着。唉，不说这个了，前两天有文宗发话，号召大家写战诗，聚拢大晋战争之气运。太白兄，这一次你准备拿手什么诗吓一吓大家？没写。没写？你不参加了？嗯啊。你3月刚邀战了几位大师，现在不参加，他们肯定会大肆嘲讽贬低你。那就让他们嘲讽去吧，没关系，我眼下只想先顾好身体。可，闭嘴，太白兄的身体要紧。青莲公子又有新的情爱话本了，再出一本就得改口叫您大师了。
掌柜误会了，在下这次写的是武道。公子，大晋向来重文轻武，没人爱看武道画本。这明摆着赔钱的买卖，恐怕我不能受。并非武道，而是武侠。相信我，这本书不一样。若掌柜做不了主的话，就请能做的人来。那青莲公子请随我来。公子，这几位就是我们从文的主管师。是传音符和投影。区区武道本子就召集大家前来。青莲公子，你可别叫我们太失望。诸位，一看便知。武道竟然可以这样写。郭靖随蒙古西征，灭亡花剌子魔国。救命啊！降龙八掌。得救了。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杀的人多又算什么英雄？国仇家恨写得荡气回肠，前无古人啊。我还没看完呢，抢什么抢啊。老头，不是我说你看得慢就排最后去。青年公子，我们愿意签下射雕英雄传，手印三，60万册。老于啊，这话本再好，此前也从未。无需多言，射雕英雄传并不是普通的武道本，它定会大卖。青莲公子再有新画本，可直接与我联系，从文书局会给您最优厚的待遇。于掌柜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公子这是何意啊？没有特别的意思，忘了文道世界没有握手这种礼节。学生，多谢山长当日出手。你身上有杀气，杀过人？他知道。杀了几个？看来不是书院任务。难道来之前就杀过人？官府知道吗？前辈说笑了。杀人没事，元阳之气还在就行。山长，不见了。别动。动不了，这威压想自杀都做不到。在他面前，我和蝼蚁没什么区别。你小子最好能憋住气，不入静体就会死。这小子人不错，人都要憋死了还能坚持不呼吸。再忍忍，马上就结束了。你经脉暗伤极多，我这力量虽霸道，但可以助你迅速愈合提升，修复筑基。只是吐纳的杂气也会震伤经脉，可能会让你暴毙身亡，只能憋住。可以呼吸了。多谢前辈。这就是武道中的龙象共同境界，内体魄最强，神力无双。修炼得当，无论接收再多文气，也不会经脉损毁，差点变成废人。那就开始修炼吧。3月文圣定榜，本可再挑选4件宝物。老夫做主，用其中3件换了龙象功。什么？会不会有点多啊？你就偷着乐吧，别人拿10件宝物都换不到这功法，怎么不乐意？哪能啊！太白，多谢前辈传授功法，简直是强买强卖，没有王法了。今日起，先随我学龙象功的呼吸法，我演示一遍。龙吸。相图，这龙象功也太生猛了，仅仅只是一个呼吸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。水中龙力最大，陆上象力第一，不要求你马上做到我这样，只要吸气维持一炷香，呼气维持一炷香，就算入门。入门听起来就很离谱，真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？嘴张那么大干嘛？去猪圈里问问你那些兄弟，口鼻同时吸气会不会？
打鼾也不会。对呀、啊，你是我见过武道天赋最差的人，没有之一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呼气吐气，还不算太笨。这小子还不错，以后必有大成就。不过，快滚吧，学个呼吸法都这么慢。等您睡觉都能维持两个呼吸时再来找我。那晚辈先告退了。对了、有件重要的事忘了和你说。什么？嘿嘿嘿嘿，六品前绝不能和人同房，谢元阳。六品，这个考验也太难了。哥哥，我回来了。长安回来了。哥哥还舍得回家？说这几天去哪里了？玲珑听话，长安要做大事，不能让他分心。可我们每天只能在家等哥哥，很无聊嘛。哎呀，糟了，这几日奔波忙碌，忽视了他们。当初我害怕假身份暴露遭来追杀，这才让嫂嫂小妹不要轻易出门。现在已经通过现实，嫂嫂和小妹也能光明正大过自己的人生了。那玲珑想做什么，哥哥都会支持你。真的吗？嗯，那哥哥给我和姐姐一人一个孩子吧，那肯定不无聊了。玲珑，你又乱说话，别胡闹。这个绝对不行。哎，我想到了，嫂嫂小妹最适合做的事。哥哥这是在做什么？我也看不明白。好了，可以闻一下香味如何？啊，居然比开花时香气还要浓郁百倍，仿佛和花融为一体。我又不行了。这是能留下很长时间香味特殊的水，叫做香水，嫂嫂小妹可以开店贩卖。现在才四月份，花开的种类数量有限，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大规模生产。还有郡城的胭脂水粉铺子也多，弄个简易版美容院倒也不错。不过都是小事，我会全部处理好。我就知道哥哥最棒了。二郎，幸好有你。玉长师，大事不好了。玉长师，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，发生何事？咱们书局签的十三位大师一同上门，是要解除合同。什么？怎会如此？诸位请容我细说。你们想将青莲捧上话本宗正，我们可不做他的垫脚石。没错，一个新人就可以享受大师待遇，还给了纯英子服，把我们的脸放哪里？要是你们继续和青莲合作，那不好意思，以后就别合作了。青莲或我们十三位大师，从文书局只能选一个。这诸位大师，从文书局是不可能放弃青莲的新画本呢。不出意外，可以卖到150万册，或许还能登顶今年的画本榜的。150万册，于掌柜莫不是在说笑？在座诸位，谁的画本卖不到这个数，这就可以登顶画本榜？哼，我看你是在说疯话。青莲的新画本乃是一部100万余字的武侠画本，我愿和诸位定下赌约，就赌青莲新画本能卖到这个数。若于某输，倩是自请离开，赔给每位大师5200银。但若于某获胜，还请各位大师不要离开从文书局。痴人说梦，不过赌了。青莲啊，我这条命可就全在你身上了。击掌为誓。击掌为誓。不管是文保还是武兵，目前而言都是沉重负担，最好是适合青莲纹路，能对抗太白纹路的纹法，以纹路感应，用纹气捕捉，水行纹法。啊，这是水滴石穿。这个纹法和星火燎原极为相似，就是你了。星火可以燎原，水滴亦能石穿。都挑选好了宝物，还要发呆到什么时候？今天你练功了吗？呼吸可以一炷香了吗？
什么时候才可以入门？屁股好痛啊。前辈，原来竹山宝库是在学习宁啊，上次我也被丢出来了。还敢贫嘴，还不快练。对不起前辈，我马上就开始。号外号外，青莲星座问世，开宗立派，豪气百万余字解说武侠。啊，青莲不是写梁祝的那个人吗？新画本武侠，不会就是武道画本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无疑是夸大其词。以为改一个字就能开宗立派了吗？只写过一部情爱画本，竟然就要借说武侠，这青莲想必也是利欲熏了心。哇，这么大动静，还好没有人知道我是青莲。青莲的射雕英雄传今日正式开售。我倒要看看青莲凭什么敢写武道画本，而且一写就是百万字。哎，别着急买，就算他的梁祝出类拔萃，可这是武道啊。但要是此书没有半点过人之处，从文书局怎么会大力宣传？谁知道，或许从文书局的掌事彻底眼瞎了吧。那就先来本上策，写不好的话我就会批他个体无完肤。是。哎，我也要本上策啊。也给我一本。单次售卖，这招的确降低了购买门槛，只要看过上册，剩下两册也绝对逃不了。很快你们就会后悔现在这个决定。居然断在了这里，后面的故事呢？太好看了，我要接着看呢。第一只娘之丛书局好算计，我这就去把剩下两册买了。敢问兄台何意啊？在下只是想买青莲。废话，谁不是来买射雕英雄传的？瞧瞧这，老老实实排队去。哎呀，谁知道一本武道画本竟然能写出这般气象。不是武道，青莲说这是武侠。叫什么无所谓，快把剩下两册卖给我。哎，我听说后面的情节更加精彩。诸位不好意思，咱们店就800套，昨日已经售罄了。你们从文书局眼瞎呀，如此大作竟然只卖这么几册。就是，青莲千万别和从文书局合作了，他们看不起人。最多三天就能印好送到诸位手上。早知道就该买全套，我恨呐。送你俩的。这就是满城疯抢的射雕英雄传啊。太白兄，你居然买到了。这也不需要买啊。最后这一套你准备送给谁？也不是非送不可，我自己看不行吗？好，是知音还是严姑娘？完了，被看穿了，毫无秘密啊。安南就是我克星啊，居然看出这是特别送给言青师的。但总不能告诉他我想借勾栏宣传射雕英雄传吧。你心里有他了？这个我。安南，虽然是兄弟，也要给彼此留点秘密，还是说我们安兄吃醋了啊？胡说八道。李兄，你可得好好哄他呀。啊，你四月真不准备出手争文圣榜了？风头太盛不好，还是低调一点。看来地九楼台的垫底你稳坐泰山啊。啊，你说什么垫底？现在只有你和周兄还是九品，周兄即将突破，就剩你了。文圣榜两次登顶又如何？在文圣榜掀起惊涛骇浪又如何？争论实力境界，我就是个渣渣。细细想来，好像也是我小觑天下人了。安南，什么事？除了文圣榜，还有什么可以快速晋级的方法？眼下就有一个，六月，龙门大比。六月最期待的还得是龙门大比。龙门大比原本是京城总院内部斗争，今年特允许各地分院参加。共比试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术、文斗、法斗、五战九项，各书院都拿出镇山之宝作为获胜奖励。
文法、武士，还有天才地宝。到时候别说突破阶级，直接登顶都有可能。这哪是龙门大比，简直就是送宝大会。就是说呀，往年也没有听过这么夸张的奖励。等等，不对劲，听着好像是专门为我设下的陷阱。被害妄想症要不得，太白再牛也不值这么大手笔啊。太白，呼吸又乱了，你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个，过来加练。是山长。呵呵，龙门大比就算是针对我的陷阱又怎样，我先有命活到那时候再说吧。这不是学会了吗？龙相公吐气都能坚持半炷香了。青山，别烦了，等青莲完蛋后，我看谁还敢说你话本写的不如青莲。居然敢挑战武道话本，自己作死就怪不了别人了。于掌教还亲自送来一套让我指教点评，哈哈，我喷不死他。给我看看。大人，有酒有美人的书哪有我好看呀，今夜春宵。我青山，射雕英雄传如何？我确实不如他。但在座的各位和青莲一比也都是垃圾。这刚才下水着凉了？没有，鼻子痒而已。那就好，既然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家人在等我回去吃。哈哈哈哈，小太白，这次要坚持到一炷香啊。不。大门呢？别堵在里面不出声。你们从文数学有本事买书，没本事多印几册啊。开门。掌事，不仅是总局，各地都被买书的人挤爆了。咱们该加印多少套啊？200万套。不够。远远不够，少铜甲，直接加印500万套。另外，一定给我把青莲绑在崇文书局，不计任何代价。少铜甲，500万套会不会太冒险了？冒险？我还担心不够。陛下亲令，要用青莲的《射雕英雄传》为战争聚拢气运。陛上。哈哈哈哈，只怕从今后谁都阻止不了青莲成为话本第一人。最近表现不错，给你带了好东西，快换上。谢谢山长。忘记说，那山我加了千斤顶符咒，也就200斤吧。玩我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前辈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，在下感恩戴德。赶紧换了去，穿着维持呼吸法一炷香，我就教你龙象功第一式。好。好重。呀，李兄，下午好啊。李兄。兄弟。你好香啊。好你个。安南，你过分了啊。小小教训而已，看你以后还敢乱说话。你这也太虚了，年轻人一定要懂节制，要不然等老了。山长让我附中训练而已，别想歪了。哎，我懂的，我和安兄会给你保密。你懂个灯，下个月文圣榜你准备参加吗？应该不。当然要出手，之前宣战的大师都在嘲讽贬低李兄，说你胆小如鼠，说你没有青莲有才华，他们再这么乱吠，很有可能会毁了你辛苦建立的文明啊。我们太白怎么会比别人差啊，真是笑。所以你一定要干翻青莲。哈哈哈。
太白打青莲，自己打自己啊？好，好，我再考虑考虑。望福记新店开业，全场八折，客官里面请。这段时间辛苦张叔和兄弟们了，再过些日子，我嫂嫂小妹的胭脂铺子也要开张，劳烦张叔多上点心。公子和我客气什么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严姑娘又来了，这几日她天天过来，就希望能见到公子呢。唉，去请她过来吧。请进。公子，你最近是在躲奴家吗？连话本都是托人转交，可是青石做错了什么？你没有做错，只是再相处下去不可能不动心。青石知道自己姿色普通，入不了公子法眼，但我只想陪在公子身边，做什么都可以，求公子同青石。胡闹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我就知道公子还是看中我的。以后不可做这种轻贱之事，只要公子答应不再躲我。唉，你赢了。胡闹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我就知道公子还是看中我的。以后不可做这种轻贱之事，只要公子答应不再躲我。唉，你赢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主公，您看到就知道了。您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禀主公，他们都曾是我带出来的兵。最近北境开战，他们与数以万计的妖族大军鏖战数日。虽然幸存苟活，但身体受损，再也无法上战场了。别说了，张头，俺们都是废人了。张某斗胆恳请主公，给他们谋条活路。诸位都是英雄啊！这几日就请好好养伤，一切费用都由我承包。伤好之后想离开，我会赠送20两安家费，若愿意可以留下来跟随我。俺愿意，俺誓死守护主公，以后主公指哪儿俺就打哪儿。大家伙呢？咋都不吱声啊？俺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小兄弟没说错，誓死效忠主公。主公对我好，我们就给他卖命。这些士兵坚定的信念比普通冥王更纯粹，竟然能让杨芷玉书诞生新的篇章。被杨芷玉书认可了，果然是正确的决定。但刚到手的稿费还没捂热就全没了。这是白鹿的紧急信号，突然召我们全体学生回去，莫非出大事了？今日我等松月学子前来，特向白鹿切磋。太白，你还好吧？快点呐！想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？单纯挑衅还是另有目的？还是说你们白鹿学院怕了？狗贼，胆敢如此！杀啊，兄弟们！今天舍了一身剐，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哎呀，真可惜，真打伤才好啊！打伤上门讨教的同窗，不知道世人会怎么唾弃你们。你说是吧，曲副长楼？既然是上门讨教，那就堂堂正正的比。好啊，那就比比六艺，
在场众人可随意挑战，直至无人敢战为止。在找人？难道他们是冲……他们是冲你来的，所以李秀，你绝对不能出手。至于这几个杂碎，我们会解决。秦兄，绝身陈金宇，请求一战。学生郑显峰，请求一战。学生钱作庄，请求一战。绝身陈金宇，请求一战。学生郑显峰，请求一战。学生钱作庄，请求一战。1-5-2-2-4-8-8-64，怎么就发现一？秦兄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白鹿对松月，6-1比拼，5败1胜。白鹿虚名不虚传，果然无一人可用呢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你们还有一个李太白呢。不知他是否可撑起江青之大厦？欺人太甚！再不阻止他们，整个白鹿学子都会道心破碎。不能说不，他们是为了激你出面。只要太白兄一暴露身份，就会有层出不穷的阴谋等着你，绝对不能上当。你可是我们白鹿的希望。钱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轻易暴露自己。但白鹿被羞辱，这口气不能不出。怎么，星火燎原？太白不过是一名普通学子，承蒙大家这般挂念。太白怎么不敢出来见人？又不是怕吗？今日岂能不管普通学子的后尘？笑，要比就比个大的，就赌五岳文圣榜的榜首之名。啊！出步！太白一人挑战你们松月书院所有人，不论是大师文宗，都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星火燎原，收！太白做得好，被自己的文法打脸了。高月也不过如此嘛。太白，你敢羞辱我们，快滚出来。怪我们太白做什么？你不是被自己的文法故故弄湿的吗？就是就是，有本事在文圣榜定胜负，不会是怕了吧？哼，五月就五月，若你输了，就当着全天下人的面磕头认错。这都不是阴谋了，杨某逼我现身。太白，你到底是拉了多少仇恨值啊？我不同意。前几日宗月刚上门挑衅，现在又让太白参加龙门大比，还拿圣人文法当奖励，简直就是明面上的阳谋。白鹿就一个太白能用了，不惜让他暴露身份，成为活靶子。天罡，你觉得掌管白鹿文脉的这颗剑母还能活多少年？我们人类全死光，估计他还活着吧。我也希望如此，只可惜他活不过50年了，届时白鹿书院的文脉也就彻底断了。不可能，这10年间我们有多少文宗都在动手，聚拢了浩如烟海的气运，却始终无法与剑魔融合。但太白这两次登顶文圣榜，却让剑木长出了新芽。这次复苏是10年来唯一一次。什么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李太白是未来的文脉脉主，所以前路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，哎，必须向前走。一个人敢挑衅整个高月书院，李太白，你可真是我亲爹。这不好吧，倒反天罡了呀。你重点是这个，输了可是万丈深渊，你这个人就废了。可学生就是忍不了他们侮辱白鹿，
魂球，你是想气死老夫？副长老，万万不可！你俩快放手！不行，太白兄也是为了白鹿的颜面才出头的。再说，集全院之力，未尝不能将李兄送上榜首。你们，学生愿意赌上自己的名望气运，也要为白鹿证明，把松月书院狠狠踩下去。这才是我辈文人该有的气质。这要是没有太白回击，我们怕是现在连头都抬不起。太白，你放手大胆去做，我等会帮你助力。大家，太白定不会让诸位失望。五月太白一出手，刚平衡的文气就会瞬间拉开差距，那青莲光出画本是不够了，他也必须登上文圣榜。只差最后一点，难道我又要失败了吗？我不能就这么放弃。太白，你突破了。是，前辈。好好好，常人修龙象内息少说也要一两年，没想到你小子武道天赋绝顶了。可恶，这小子文道同样惊世骇俗，要不然绑着也要让他专修武道，越豪气呀。王山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继续修炼。扎稳扎稳。前辈，这确定是高大上的龙象功招是吗？这还是基础，等你练到巅峰，你便是真龙，你便是圣象。你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？当然想，武道神圣我当定了。好志气，那就再加100斤负重。前辈，本来我还能再长高一点的。啊，青莲，青莲公子的新作。黄掌柜，青莲希望从文书局能够大力宣传这本书。哎，您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大师，小的们哪敢怠慢啊。这次不一样，青莲五月要争文圣榜，想借新画本的影响为诗文造势。不知青莲公子的诗作是？葡萄美酒月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，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哇，青莲这里完成，太白那边也要开始了。松月的各位准备好了吗？时间差不多喽。五月文圣榜主战师，共有8位文宗，77位大师出手。啊！青莲在文圣榜第9啊！青莲，你就是我们的神！不算文宗，青莲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什么第一？那是太白还没出手，否则名次还得往下降。啊！你竟然质疑我们绝世无双的青莲公子！太白就是不如青莲，别想着来碰瓷了。你们犹如斯文，等着瞧，太白会打脸你们的。你还有闲心吃东西看书？外面为了你和青莲谁更强都要打起来了，你咋一点也不着急啊？废话，当然是因为太白是我，青莲也是我。不急不急，是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还等什么，发呀。其实我是想马上就写。干得漂亮。太白新诗北境太守行进上，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，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凝夜紫，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骨寒声不起，暴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太白的诗文发表第一天就出现在第30位。不对，太白的名次还在疯狂上涨，一骑绝尘已经到了第10名，这还比个啥呀？
庶子猖狂，难不成真让太白影响比赛，为所欲为？大师莫急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或许能赢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青莲好像还没有加入学院，若能招揽到咱们松月，青莲和太白打擂台，胜负还未可知。有道理，那这事儿就交给你负责了。是。二郎这是得了风寒？我没。好像是有点烫呢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哎呦，李兄真是好福气啊。嫂嫂，我没事。哥哥快尝尝玲珑亲手包的粽子。这是亲师的一点心意，望公子不要嫌弃。太白兄，那我和周兄特地买的礼盒你也不能厚此薄彼。你先吃谁的？我哎，我和周兄情同手足，我吃他的就好。啊，李成送入洞房。娘子，不可以，哥哥怎么可以娶别人？二郎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啊，等等，和我成亲的不是你俩，那是谁啊？夫君，你不记得了？安南。我不是安南，我是他的孪生妹妹。我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公子，奴家也想做你的新娘。哼，哥哥，你说你要谁做你的新娘？做梦，我肯定是在做梦。赶快醒过来啊，李成安。李白兄，你酒醒了。真没想到一杯雄黄酒就把我们大师先放倒了。哥哥酒量比我还差。太白兄，你不行啊。二郎，先喝茶醒醒酒吧。还是知音对我好。时候不早了，奴家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休息。那我和周兄也走了，下次再来玩啊。二郎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坦白的？我不知道，知音，再多给我些时间。二郎，只要你心里有我和玲珑，你喜欢谁我都会接受的。知音，我的好知音。太白现在多少名了？第十名。还没和青莲联系上？从文书局不肯透露青莲是谁。真是该死，之前有个太白，现在又杀出个青莲。大师别急，咱们松月的文宗还是文圣榜第三，越不过我们。哼，笑话，是我们快压不住他了。哇，没想到第一手蜕变成战士的是青莲的北凉子，还酝酿出了新文法，视死如归，后生可畏啊。快看。什么？太白的北境太守行也成了战士，虽比青莲慢了一步，但光芒更甚。哼，没想到一个小子能把我们逼成这样。哼，输赢还没定呢，只是蜕变成了战士又没登顶。败了，彻底的败了，甚至再无反败为胜的希望。由于修炼无相功，这小子肉体已经堪比九品武夫，到底涌入了多少魂气？再这样下去，太白恐怕会爆体而亡。小子，
可恶，气息已经没了，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能救他了。小兔崽子，白鹿井上的这浓血液都用来给你修补身体了，你要是这还挺不过去，老夫就弄死你。醒了。我学生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。如果你真想谢我，就答应我一件事，参加六月的龙门大比，拿到圣人文器。可这不就告诉天下人太白是谁？那我今日不死，六月也必死无疑啊。是，但书院已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老夫恳求你。哎呀，前辈别这样，我不出手，但我的诗文可以出手啊。好，别人用我的诗文参赛，只要学院给足补偿。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，天才地宝想要什么随便拿。这事已多知，太白再出名我就真嗝屁了，不如换宝贝划算。同窗，你们干嘛这么看我？李兄还没婚配吧？我有一亲姐姐。啊呸！你姐面如河马，哪配得上我们太白？我妹妹今年15，和李兄才相配。相配个屁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不，真不用。别走啊！别走啊！李兄。正亲妾室都可以。太白，你就收了吧。没救了，埋了吧。一个诗文天才差点被相亲画像砸死，名留千古了。实在不行你就选一个，这么多美女呢。起来吧。啊，谁能比我们安兄好看？说真的，安兄要是个女的，兴许我能考虑一下。你说什么？玩笑，玩笑而已啊。你李兄，快让我起来。哎，等等，别动，你的眼睛好像那句诗。西风吹老洞庭波，一夜湘君白发多，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混蛋！疼疼疼疼疼疼疼！阿南，快放了我！你想干嘛？下次再敢乱动手，不介意送你进宫当太监。